2023年全球华人灵粮堂敬拜赞美创作甄选活动开始起跑喽！记得在2015年，我们尝试第一次举办全球华人灵粮堂的敬拜赞美创作的甄选活动，当时呢，共有28间教会、62首作品参与了那一次的甄选，最后呢，入选了7首作品，并且我们将其制作收录在专辑的当中。感谢主，这些创作的诗歌大大的被传唱使用。我们统计哦，发现这7首歌曲在 YouTube 上面至今共累积了约1100万次的点阅率。暌违了8年，我们再一次的举办这个敬拜赞美创作的甄选活动，除了鼓励全球灵粮堂华人教会的家人们更多的透过自己创作的歌曲来敬拜赞美神，也能够让更多人听见不一样的创作之外，这一次的甄选活动名称定为敬拜新脉动。我们相信新的诗歌将会带出全新的季节跟圣灵运行的脉动，让我们每一天一同在敬拜的当中领受神奇妙可畏的同在与赐福。诚挚的邀请你一起来报名创作参与这次的活动。